哦，都会跟他开玩笑，他们生气这样。我明明伊就是，我还知影。我一刚拄到我去吃吃面的时阵，对，然后我就遇到一个山东人。哦，山东人是爱吃咸，爱吃咸对对对。吃咸伊是要淋辣椒，哦辣椒啦。啊，都爱淋咸菜，哦咸菜对。咸菜吼做酸菜。哦酸菜对对。嘿，啊你若拄到迄山东人咧讲话，你会起笑。嘿，安怎讲？他怎么讲？六百六百。我要人就生存，我要人就生存，好奇怪哦。他去寻找一下，我有酸出来吗？我秒，我秒。然后，啊啊，你有看吗？我就是没看的，我才闻到我的那个辣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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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辣椒酸出来。哎，真的吗？累加宣传，哎，可以头家算观音无解无，好，因通常，你再搁顺第二摆，哎，咱若直接安尼讲回去，伊就是话，那个有在下面是吗？有在下面，是放在下面吗？然后也讲到底在找什么啦？哎呀，谁在啊？我。辣椒哦，辣椒会辣的啦，就在那边啊，哎呀，真的讲话真的，你刚一讲的时候我都笑出来了嘞，啊，笑出来就笑出来，就算让你笑出来，那真的啊，哎，真的讲这样也蛮可爱的啦，所以当主持人是好当的，哎，真的，我第一次遇到那个主持人跟我讲那个山东话。真的吗？真的第一次。我还会讲很多国的话。很多国吗？嘿啊，你想要了解客家语吗？客家语好像有听过简单的。简单，你要讲什么？你会讲什么？哎，我只有听过他们讲的“谁没安家”。谁没安家？对，谁没安家？对，谁没就是妹妹，妹妹安家就是水，啊，就是水的意思。啊那，小姐很漂亮的。嘿，不会这个就不会。谁没动安家？谁没东安江？东为什么要加一个东？东就是很啊。哦，小姐很漂亮。谁没东安江？谁没东安江？我下次等有你的时候，我就来讲谁没东安江。我懂东一江，很漂亮啊。哎呀，很气质。他说什么东安江？对啊，东强啊。东强是什么？但是你好厉害。哦，就强，就强啊。就是很厉害对，你刚刚几摆？露腿动难爬，露腿动难爬，楼梯很难爬，很难爬，露腿动难爬，露腿动难爬。看你要动多几趴。好漂亮，你笑这么大声哦！看你要动多几趴咯，多几趴就对啊。哎，露动的个，身边爬楼梯都爱动难爬，哎，爱动在吧？楼梯很难爬，动楼梯很难爬啦，难爬。看嘛，伊拢想歪去安尼吼。不是，听台片，你就是个老外。女女的奇葩咧，哈，女女的奇葩，女女的奇葩，奇葩就是麻吉，暖暖的麻吉。麻吉啦。哦，那是表示那个麻吉软软的。女女的奇葩。哦，女女的奇葩。哎，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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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喜欢，吃饭。啊，喜欢吃嘛，喜。啊，对，讲过讲过。所以客家语你要综合有点台语，台语。哎。把它加起来的感觉，哎，对，这可爱。我讲客家语，它所以你只要知无，拄到迄学讲音的时阵，哎，新摩尼，哎，新摩尼，新摩尼按住西哦，新摩尼按住西，新摩尼啊，快当新，新摩尼，新摩尼按住西是什么意思？你好吗？哦，新摩尼按住西，哎，新摩尼按住西。先摸你是摸自己还是摸他？先都可以啊。哦。啊，你如果没有背咒就好了。好啦，开个玩笑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我讲的都是真的。真的，哇，好厉害哦。但是替他保留。囡仔愈来愈侪啊。对。你讲在主持人教歹囡仔大出。对啦，未使呢。啊，无个愈讲愈深入。小朋友，我真会甲因爸妈讲话。哎，楼梯动。
啊，不你也在装别的口音。啊，别的口音呐、啊。很好像很。很。啊，露腿很难爬。露腿很难爬。很。很难爬。嘿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爸爸。我要用很难爬。露腿很难爬。爸爸跟我讲，你讲啥？要很对。什么是难爬？难爬。哦，难爬的意思、啊。你刚刚露腿，爸爸跟我挨安尼吗？哎呀，麦个闹啊吼！麦个闹。那你小朋友直接登记问爸爸。嘿，安尼会去，安尼会去。好，继续安排。OK 好，来谢谢这边给小朋友们光听一旁公司。来，去我们给这支雕像小朋友们哦。来跟大家来握个手一下，好，好，来谢谢大家。来，乡亲啊，进来，等下节目足精彩吼。这无少强子聘请，无彩工请主开遮大条吼。来，遮大条的这个戏金给大家看下吼。是我的是我的是这次你那边我不是告诉你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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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大海的一只船，目标我用心是靠自己，你怎何必爱透露，何必无想你好谢谢，一起坚强的好梦想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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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帅哥，我想牵你手，写下的记得，慢慢释怀，心如止水，真真的把我的幸福，消散在风里。谢谢，谢谢，大家辛苦了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一旁公司上南打给，这边在上面因为那一旁公司寡妇积极的哦，谢谢。这都无怪人爱叫吼，邀请这南部来啊，真的吗？那老板噶。